但係咧，如果我睇一個成個馬太福音嘅筆法作品咧，就其實第一章到第28章嘅前期咧，全部就係記載呢一個耶穌所做嘅嘢，耶穌所講、所行出嚟俾人睇見嘅例子去學習，然後最主要光耀地就喺呢三節嗰度，就係叫佢哋做呢、这個。这個製造門徒使人作門徒的事項，这個所有的事呢，在原文就是那個的字根就是 PA 这個字呢，執了粒那間飯給航空公司，它英文叫做什麼 PAN 和 PAN 就是所有、你的電話你應該認識了，我拿出來看，但係有一個影相，全港國嗰個叫做乜嘢 ？Panoramic 個 PA 就呢個。耶穌話：所有嘅嘢，權柄天上地下，我已經從死裏邊復活，能夠戰勝死亡罪惡。然後上帝叫我坐在天父上帝嘅右邊，現在喺天父上帝嘅右邊，權能權柄嘅意思。無論地上、天上、地上。現在、將來、眼見的、眼不見的、陽間、陰間，所有的我話事。但在這個話事的裏面，他不是說那所以我要做些什麼，那個意識 implication， 如果我話事，耶穌這樣既然是我話事，跟隨我的人對著門徒說，門徒，如果你真的是我門徒，你就要去到所有人當中，叫他成為我學生，然後由信耶穌開始教導他整生人一路的進步，成為我的學生。如果真是我學生，這班學生會繼續再叫人成為耶穌的學生。如果這樣學法是去到遵守，不只是知識，學到遵守，不只是藉著講，藉著鼓勵，藉著勸導，藉著一定有聖經的教導，一定有知識的聖經知識的教導，但未明的時候，他本來都覺得很難啊，怎麼做啊？他看見你這麼難都做得到，在世界動盪、經濟動盪、軍事動盪、外交動盪，你都有這樣的喜樂盼望，咁我知道應該點樣用喜樂同盼望。係你講完喺主學班講完，喺小組講完，係聽唔到之後，佢睇見你咁都得，我都好想好似你咁學到一路嘅學，一路鼓勵，一路進步，學到遵守為止。如果我哋咁樣教導，我哋又遵守耶穌嘅教導，耶穌話我就與你同在，在這個的條件底下，你遵守我與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這個就是上帝藉著耶穌給所有的信徒，可以說地上只有一間耶穌基督的教會而已。我們這個是堂妹仔，剛才哪個女人仔，堂妹仔一樣那麼 holy 的，我聽堂妹是教會的一部分而已，但這個所有的人去到所有人當中，是地上一間耶穌基督的教會，但是一間耶穌教會的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教會仔，知道過自己的角色在哪裡，夾在一起又做好這件事。這個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交託給門徒，有門徒逐代的一路的教導，藉著聖經，藉著聖靈教導我們明白聖經，今日明白耶穌的心意，明白耶穌的心意就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在耶穌基督的教導、行與講當中講清楚了。然後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這裡，全要光耀地講出耶穌所做的，交給他的門徒去做，這個是我心意你做的。所以無論是我們的人生的使命，然後在人生的使命裡面夾埋信徒一起建立一個團體，一個
一個社團去做好呢件嘅事話，咁呢個就係我哋人生同辦教會所謂話同心呢一個嘅積極承擔嘅承擔，係要訓練所有門係門徒或者教導佢位製造或者係製造啲門徒出嚟係乜嘢咧？所以我寫下呢度咧就門徒訓練。是耶穌基督教會對所有信徒的一項命令，冇得走嘅。可以有女人仔，但女人仔一樣咁大的責任，或者咁大的福分，領受呢個命令。信徒自己先立志，一生不斷學習耶穌所有的教導。自己由自己開始，成為他的門徒，又藉著口傳和生活見證的方式去勸導其他人，也立志成為耶穌的門徒。你睇我幾好，我都好想你好，你睇下我，你可唔可以學到我咁樣信耶穌，立志信耶穌？門徒訓練今日嘅合二裏邊係一個。是刻意的行動，必須適切文化與處境，卻沒有既定的模式。而門徒訓練的講座、課程、小組或個別跟進，各有功用。一個信耶穌的人，可能他不參加主學、參加小組，他只是來崇拜崇拜，只聽到少少道，那行不行？可不可以成為門徒啊？進步，可不可以進步？可以的。但是今天的門徒訓練就積極咯，更加努力去做咯。好想煮飯啊！自己就咁煮下得唔得？得，會唔會煮得好？好，有機會。但我想再做再好啲，唔係學啲課程咯。去積極啲去做，唔係每一個人都習慣咁做。我即係同人講，我話我信耶穌可能睇聖經，我唔緊要噶。我話嗱，如果你平時信耶穌之前，我冇講信耶穌之前，無論你信耶穌之前之後，你仲有睇馬經嘅係咪？是即是看字啊，看馬經得，讀聖經不得。即是如果我看馬經都不掂嘅，睇我小説又不掂，睇報紙又不會看嘅，那我不讀聖經，只是聽就得，得冇問題。耶穌都會話得嘅。但是如果平時都已經有咁嘅精力能力，又看馬經，又看報紙，又看武俠小説，咁點解唔睇聖經？哦，我只係嚟下禮拜堂，我之前唔嚟，我淨係我開個電視睇下，上下網得啦，淨係聽下道咁樣樣，可唔可以進步？可以嘅。但你平時咁多活動，出去食飯又唔驚，睇戲又唔驚，打波又唔驚，出去麻將館又唔驚，或者呢度冇啦，我唔知嘅啫。咁多嘢你都唔驚，但係淨係瞓覺嗰個驚住傳染啊！講嘢咩？即係你呃到我，唔呃上米先得㗎。即係呢個係個門徒訓練，或者我願意接受教會嘅領導人訓練我生活行為係像耶穌學習不斷進步嘅。咁你揾啲更加積極嘅去做咯，更加進步自己啦。呢一個門徒訓練，藉著上帝使昔日，藉著馬太福音嘅作者對昔日嘅。信徒教導命令方向，今日同一個道理，同一個聖靈感動我哋，今日再翻轉頭，再對焦地睇下我哋人生目標係咪刻意訓練緊地上所有嘅人成為耶穌嘅門徒，由立志信耶穌開始，用一生學習像耶穌。包括了自己生命行為進步，像耶穌的目標有進步的，然後知道自己這個堂會做主播道會在全世界裏面只有一間地上教會扮演的什麼角色，然後自己在這個堂裏面拿哪張刀，剛才說的來切菜，不是一起哪張都來，然後建立這個堂會，有效地在這個環境做好自己的份，使人成為門徒。那麼可以反思一下，究竟門訓萬物是不是我們自己人生的目標呢？我說信耶穌，
我哋係耶穌嘅門徒啦。我咪積極對焦緊，有效地夾粉一齊做好，使萬民作耶穌嘅門徒。呢個係我人生目標最重要呢件嘅事項。所以喺呢一度咁樣去睇教會存在嘅意義，就不只在乎活動。特別是說，我的教會很重要報道的，我報道做什麼先？報道對不對？絕對對的。報道之後那怎樣呢？就是怎樣將這個耶穌最大的表達上帝心意的使命，或使萬民都跟隨他成為一個新人類的團體，加入這個一個教會地上一個教會的行列的裡面，我們是否積極望著這個目標而設計我教會的活動？在我小時候團契的時候，沒什麼活動，搞個旅行，沒什麼活動，搞個生日會，好不好呢？生日會好，旅行好不好呢？好，活動好不好？但是否積極望著這件事，自己成長又叫別人加入這個行列？咁要諗下，我唔夠膽講話邊樣係有效，但係你喺呢度做嘅時候，如果自己做生意或自己有公司嘅話，好清楚自己嘅目標，然後做嘅嘢係對焦而達到目標，咁呢個係上帝嘅心意，係咪我嘅使命呢？如果我知道使萬民成為耶穌嘅門徒，呢個係咪我最重要嘅事項呢？我信主都好耐喎，我都應該係啦，可能係啦。不過呢個時候，如果聖靈，我哋都相信上帝同我哋同在，係咪啊？如果你今晚相信上帝都唔同我同在嘅話，你就即係都唔好坐喺度啦。如果特別有啲空凳，你睇睇耶穌係咪隔離睇住你添喎？今日耶穌梗係上帝同我哋同在啦。反思下，如果今日聖靈現在對我説話，你真係做得好，個人做得好，夾埋又做得好。同時候有進步的空間，那些是什麼呢？如果聖靈提醒我們的話，在任何一個時段，在今晚好，在這個夏令會或者夏令會以外，何時提醒我，我就說我聽話，我改，我進步。我們回到來呢，就是在香港回歸呢，那我在前幾年呢，就有些幸運呢，就將那個的車牌呢，就有呢一個嘅 renew， 有一個即係新續期嘅，咁冇問題。師母啊，多謝師母今晚嚟支持我啦，同支持大家。但係佢咧喺幾年前咧，佢即係冇機會翻到嚟咧，就冇機會續期嘅。所以翻咗嚟之後咧，就要重新考過。你知道幾難嘅，即係喺個幾十年車揸咗幾十年車，一路喺香港揸，完全冇停過揸車，仲某啲時候因為翻工嘅緣故，要揸三條隧道先翻到工嘅，咁啊先由沙田出九龍，九龍過海之後再喺香港仔隧道，三條隧道 ，OK， 咁多年，但係對翻嚟要重新考嗰個 G 牌咧，真係好似只豬咁樣，真係少少嘅經驗。一個長時期的揸車經驗對再考牌絕對有利益啦，咁多經驗，但係真係有少少唔係利益嚟嘅，係障礙嚟嘅，因為咁多年揸車有啲行得通嘅方法，但係考試係唔通嘅嘛。例如啲咩嘅咧？一上車你有冇校下鏡先？嗱，你而家我講邊個揸車嘅？誠實地，你咁開始做，即刻每一次都要對下鏡啦，嚇？冇啦，係咪啊？總之考牌，你試下你唔專登擰下個鏡咧，戴鏡波嘛，係嘛？戴鏡波啱唔啱？停個牌 ，stop sign， 停邊度啊？停白線啊？以內係嘛？係啦，有啲係，如果冇白線咧，嚇？收得牌前鋪。係，行人路之前咧，如果個路又冇界，又冇行人路咧，我都唔記得咗。停 ，full stop 要停幾多秒啊？三秒。
好噶，行通噶。你唔係考牌嗰時咧，你停歪咗，停少少，停短咗啲咁多，係安全噶。但考試就唔得。Okay? 然後咧，仲要考牌嗰時候，你嘅最好 check 嗰個盲點 blind spot，check 盲點都係重要，但更加重要嘅係俾個考牌官知道你 check 到 blind spot。仲有啊，啲女人仔去考，戴個長啲嘅耳環，聖刀啊，見到你一個係睇到，即係咁多年揸車嘅經驗係優點嚟嘅，但係同時咧有啲咧係驚險，你要特別留意嘅。信耶穌信咗咁耐，個經驗與主同行，經歷主。絕對是優點，而今為主而生活絕對是優點。但我而家就係話，有冇一啲嘅習慣咗，容許今日聖經神對我哋講俾我哋聽，再對一對照，再校正的咁樣，更加合上帝所使。或者有啲咩嘅壞習慣，有啲咩嘅脾氣，有啲咩相交嘅時候，啊，有啲嘅沙沙石石。有些是太懦弱，有些是太火爆，有些是不讓人，應該讓的時候不讓，不是應該爭取去努力的時候不努力。哪些位置如果聖靈提醒你的話，用這個有效積極對焦地門訓，就是我的人生目標。但這個人生目標，我想再講講教導些什麼東西呢？咁就係第二點我想講嘅。門徒訓練咧，個重心就訓練教導啲乜嘢嗰個嘅最重心咧，就係康復像神。神做咗人，好似佢咁樣。犯罪就將呢個好似咧，就似似地，不過就扭曲咗。耶穌咧喺耶穌嚟咧拯救改變咧，叫我哋一路嘅學習，其實就學像耶穌，似翻個上帝咁樣，唔係好似只貓咁個貓樣。嗱，咁我哋拆解少少。在神創造一創造的時候已經講定對人的心意，他說照著上帝神的形象做人，創世紀一章廿六節，上帝說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做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不是畜生 OK， 和全地並地上所爬一切昆蟲。像要反映啊，像即係話好似我咁，當然唔係上帝啦嚇，好似我哋即係三一神帝咁樣啦，三一上帝咁，好似我哋咁樣樣，無論思想抉擇、道德嘅抉擇，要話好似我哋嘅聖潔，做咗人之後咧，會係有相交做男做女，唔單止婚姻嘅關係，仲講人。是有社交的關係，一個人存在的不是要孤單存在，是有社群，是有不同的，是有好的相交，有互相幫助、互相建立、互相陪伴，不是你如我詐。然後跟住仲有管理人做了出來，就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要做些事，要管理，要耕種，要管理呢個伊甸園，呢啲係像上帝。嗱，呢個像上帝就係話要反映上帝嘅美麗，或者俗稱咧榮耀神。我如果睇見個學生彈琴得好咧，我即刻諗嘅係佢嘅老師喎。如果一個人打功夫咧，我一睇咧就知道佢嘅老師掂定唔掂。無論腰馬，無論手，無論雞爪，乜都好，一睇即係深奧嘅呢個唔知，
但我一睇知道你嘅師傅有無聊，唔係淨係你有無聊。我一睇你好叻，就知道你師傅叻啦。一睇見個人咁嘅樣，我就知道你嘅創造者好啦。呢、这個就叫做榮耀神，神按著佢嘅形象，呢、这個就係個 original intention， 佢就係咁啦。呢、这個就係神嘅心意，做咗人出嚟，好似佢見到人就見到上帝。不過喺人犯罪就敗壞咗神嘅形象，唔係冇神嘅形象，有神嘅形象仍然有。犯咗罪之後，由亞當夏娃開始犯罪離開上帝。仍然有的，不過反映不到，因為變壞了。所以羅馬書三章廿三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虧缺爭少少，反映不到。當人犯罪之後，仍然有上帝的形象的基礎，不過反映不到。人本來是有道德的抉擇，是反映上帝，人仍然是有抉擇，不過做錯的抉擇。亞當和夏娃最大的問題犯罪是什麼？最後魔鬼說，神叫你做的事，你真的不讓你做？是不是上帝不讓你吃那隻果？為什麼上帝不讓你？為什麼你不可以自己決定？為什麼你不可以作主？點解淨係上帝先至係主人？你唔可以是主啊！誰是主？就係個呢一個嘅最大嘅關卡。最後啊，我都好想讓上帝，我要決定，我有個抉擇權，唔係上帝話呢一個樹嘅果子唔準食就唔準食，我要話邊個準食，邊個唔準食，我話事。所以翻翻轉頭喺呢個嘅拯救嘅時候咧，就耶穌是主咯，不再是我，耶穌是主。如果再睇一個例子，個困難就巴別塔個困難係乜嘢？起個塔咯，我夠知咯。用咩起塔啊？你唔熟啊？等我話你聽啊！你應該上翻主學啊！佢用呢一個造磚啊。以前咧就如果起任何啲嘅一啲嘅建築物咧，要好辛苦，又要雕琢嗰啲嘅石，然後搭高先至起到，咁啊，所以時間又慢，又好多勞苦。但係佢哋嗰日嘅 technology， 嗰日嘅科技，突然間發現點樣做磚一嚿一嚿喎，哇！又做得快又堅固，跟住就可以起得起好高。跟住嗰句係咩？聖經講啦，我啊個塔要高到去上帝嗰度。呢個係佢哋雄心，因為知道以為自己嘅科技好勁啊，然後話我都要同上帝平排，其實唔係同上帝平排，又我就係上帝，點解你係上帝？虧缺咗上帝嘅榮耀喺聖經裏邊講，就是、我是主。呢一個嘅問題就係人哋再睇唔到我哋上帝嘅美麗，本來係有道德嘅抉擇。冇咗正確嘅抉擇，有能力辦事，但係就有能力咧自私地去辦事，喺整個世界嚟講，貪心自私，人際關係係需要人啊，不過係利用人多過係建立別人，喺整個範圍人冇咗反映上帝嘅能力，又跟住咧靠耶穌重建神嘅形象。翻轉頭，神俾我有一個翻轉頭嘅機會。哥羅西書，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上帝的像，是守心的，是一切被造以先。耶穌嚟係再俾人睇見上帝是誰，上帝點樣樣。耶穌係不能看見，不能看見啦。而家耶穌道成肉身係看見得到。嘅上帝嗰一個主萬物之主嘅像好似嗰塊鏡咁樣。上帝係點咧？個形象個影像就係咁啊！所以見到耶穌就見到上帝啦。可以如果喺呢個聖經嘅神學嚟講就係、是、
耶穌是上帝最高峰的啟示，再沒有任何啟示是更高過耶穌的。所以望到耶穌，學習像耶穌，我怎知道耶穌是怎樣的？看看聖經。所以讀經突然間很清楚，更加清晰的理由是因為我看聖經，是看見聖經怎樣記載耶穌嘛，只是講回馬太福音而已，看見耶穌所做的事，所教導的事，我們就觸摸揣摩到耶穌是怎樣，看見耶穌是怎樣，跟著他的教導去學習，在行為上反映出來，那這個叫做像上帝，那這個叫做榮耀上帝，因為我們似上帝。今天當人見到我們的時候，人家見不見到我們很漂亮的耶穌，很慈愛的耶穌，人家見到我們教會進來探望我們教會的相交的時候，他見不見到我們的上帝和氣和平但有原則的耶穌在我們當中呢？我不熟大家，所以我說的一定不是影射大家，又不是影射黑社會啊。我說本來都有人進來，本來都是想慕道，想信耶穌的，但是進到來教會一看見你這樣，哎呀，不信住了。這個同事在這個辦公室的時候，本來他都有心聽見耶穌想慕道，哇，他看見你這樣，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還是可，他仍然去教會追求，後來他知道你基督徒是這樣的，開胃，你的行為從心發出的行為像不像上帝？有沒有榮耀到看見我這個學生門徒就看見我師父了？原來在辦公室裡面這麼多挑戰，又有人事的政治，又有爭鬥，又有很多貪心的機會，又有很多小動作的機會，很多東西，但是你都有應該忍耐時忍耐，應該出聲時出聲，又有智慧的處理事，人一看見你，本來都未聽見過信耶穌這回事，原來信耶穌好像你那樣，我垂涎三尺，好想好像你那樣學習信耶穌，這個叫做榮耀上帝。這個就是門徒訓練，就是帶領人康復有神的形象，然後再能夠吸引其他人。所以在哥羅西書繼續說，穿上新人，好像舊人那些骯髒衫丟了，穿了這件新衫，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在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做他主就是上帝，天父上帝的形象，這個形象就是講緊上帝從最初頭創造人，這些人是按照我的形象做的，壞了嘛，現在回來的這新人在耶穌裡面重新開始的，在知識上，這個知識是知道已經有生命改變的意思，是這個不是只是一個理論頭腦的知識，是生命改變的實質，漸漸更新，是一個被動詞，在原文是上帝使你能夠更新，還有是進步就可以了。我經常都說，我不理你背景是怎樣，差得多差，你誠實地立志跟從，誠實地慢慢進步就可以了，因為上帝是使你進步，漸漸是整個人生的過程，自己要進步，又鼓勵勸導別人進步，望著什麼，最後見到上帝的時候，就一路的完成了，完全就像上帝望著耶穌，就見到天父上帝重新再創造的像上帝，怎望耶穌？新舊約呢？新約是前瞻耶穌，教導耶穌救主是怎樣，新約是回望耶穌，暫時我們在這個信心群體裡面都知道新舊約的聖經，看看聖經，讀下聖經，我不讀得很多，慢慢讀，不是叫你一朝讀完的，
所以喺呢度，我要重新再將呢一個門徒訓練或者報道或者門訓嘅教會活動，所有嘅係精準對焦地有效地幫到自己像進步地像耶穌，同時候能夠再吸引其他人教導勸導佢像神。你咁樣嘅人生係冇出路，像神學習俾佢哋自己嘅。所以從呢一個神的形象，上帝創造叫人遵守，就係像上帝、像耶穌、像耶穌、像上帝，就係佢本身咁嘅回歸，咁嘅使命係上帝嘅使命，係交託俾信徒個別人生嘅目標同埋教導。辦教會的目標，最後我就話講係易喎。如果易啊，如果講，如果做啊，都係易已經做咗啦，唔使再退休會咧做咗啦。祝你啦，見天父上帝拜。我唔使喺度講添啦，係咪？我就係咪真係可以完成嘅？教導一切耶穌教導嘅喎。唔好講教人難啊，自己學啊都唔容易啦。我話我哋學咗幾多先？我哋而家學咗幾多先？進步咗幾多先？哇！咁有嘢未得㗎，我相信咧，即係大家都做好努力㗎啦。我睇大家嘅樣，即係我都睇細，都識睇相嘅，相由心生啫。大家都又靚仔又乖嚇，又善。除了不善良的時候喂，自己都奮鬥緊像耶穌啦，都未完成，然後跟住我仲要叫我去勸導別人像耶穌，艱難定唔艱難？更艱難啦！大家所以我就睇下，喺呢個馬太福音，究竟耶穌揀啲乜嘢人咧？咩質素嘅人？我就睇下啲門徒係咩質素先。嗱，睇完門徒係咩質素，耶穌仍然將個救世計劃喺個臨升天之前交個衣缽俾呢個呢班嘅門徒去帶領，呢班使徒去帶領喎。咁我就睇下呢班使徒有乜嘢咁巴閉，就成為我哋鼓勵。如果我哋似下啲使徒就得㗎，唔好完全像耶穌啊，未達到得我。哇，似似地啲使徒咧，咁我都應該有份啦。啊，使徒都得。十七章第十四節，耶穌和門徒咧就到咗眾人耶穌即係有一個人啦，即係呢一度講埋簡單啲啦。有一個人，爸爸嚟嘅跪下就求耶穌，主啊，憐憫我的兒子，憐憫我仔，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即係抽筋又剩，咁咧屢次跌在火裡。屢次跌在水裡，我帶他到你們門徒那裡，他們卻不能醫治他。咁呢個方面係即係前文後理講緊啦，呢個係鬼父啊，係超越咗一個呢、這個癲癇，唔係就係一個身體呢一個 physiological 生理上嘅問題啦，係一個靈界嘅問題。咁啊，耶穌就話：把他帶到我這裡。然後就稱讚烏嗰只鬼咧，鬼就出來啦。個問題喺邊度咧？好簡單，睇好似好簡單。咁咧佢哋門徒暗暗地，即係當耶穌同佢哋一齊，冇喺眾人面前問點解，即係與自己啫。點解我唔得？耶穌你講一句就點咧？我係什麼菌？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咧？耶穌說：是因為你們的。信心少，信心少，講假假地都入室弟子幾年了，日日跟住耶穌，成日都趕鬼。呢一個篇幅咧，就好似冇講馬可福音都記載呢件事，記載呢件事之前係乜嘢事啊？係上山變像見到上帝嘅光芒。那個嘅屬靈超自然嘅經歷就澎湃到頂點啊！然後跟住落山啊，就唔得啦，
仲差過嗰啲嘅太陽能電筒，太陽能電筒照完太陽仲有少少時間發光，嗰啲即冇得照就已經一熄燈就落嚟冇光啦，唔得啊！係因為信心少啊！我就話冇可能少嘅，我點解有幾大信心啫？所以呢一個咧就可以講話咧，唔係大小，係一個信心嘅質素，你信定唔信，依靠定唔依靠。喺啲福音書裏面，常常嘅作者刻意將門徒信心嘅程度質素咧，同啲群眾嘅信心質素差唔多相比嘅。耶穌成日都鬧你哋噶嘛，你估你真係想？想跟隨我啊！你想睇見啲麵包？我曾經呢個超自然變咗麵包，你嚟喂麵包咋？你啲信心好差，即係成日都係咁差。我就即係話馬太福音十七章先至爆呢件事出嚟。呢個即係耶穌就冇特別鬧，但係即係話你即係就冇乜嘢講我哋信心。然後跟住28章就將所有嘢交曬俾呢班門徒啊！由十七章到28章有幾耐啫？我相信不會突飛猛進。啱啱交呢個衣缽嘅時候，仲要係耶穌釘十字架之前咩嗰個四個字嘅嗰啲門徒嘅叫做咩嘢？雞飛狗走。呢個係你認識嘅主，我唔認識主。呢個係犯罪最唔屬靈嘅基礎。誰是主啊？所以不是就是说我不認識他，不是啊，前文後你要求我們門徒犯一個最基本最嚴重的問題，不認主啊，我就按著我的自己的喜好保護自保，我話事我不認識他啊，來逃避這個的困難。但我想說最不是很深奧的，就是耶穌就是選這班門徒，將整個救世計劃在耶穌升天的時候交給你，然後經過2000年到今天，起碼福音去到很多地方，還有福音未到乜滯的地方的，在這個的海外宣教，超文化宣教的術語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 福音還沒有好好的生根在一個群體的裡面。最重要我們要知道誠實進步，這班門徒有說耶穌為什麼要愛這班門徒，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很巴閉，我可以說不是，直情是不巴閉，直情是流的，不好意思，即是信心少的質素弱雞那樣，應該是還差個仔字，這個是信心仔，不是的，但耶穌肯栽培他們，耶穌說因為我得，不是因為門徒得，今天我們能夠承擔這個去世宣教，整個地上一間教會看整個世界，而看到自己應該怎麼做，做到還是做不到呢？不是因為我們是仔、是小、是軟弱，是因為我們跟從耶穌，耶穌說做得到。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在我一生的，我話事。然後跟住咧就話，所以你哋呢班門徒要去世界各地所有人當中，叫佢哋成為耶穌的門徒，唔係一次過變，一路變。由呢一個信主水禮開始臨至耶穌是主認罪悔改，我不再是主，你寬恕我，以後你是主。然後一路教導佢成長。教導我所有的教導，然後我就你教導他遵守之後，我就會這樣做了，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所有的時間都同你一起，耶穌同我們一起做，不是因為事成，是因為我們事成做得到，是因為耶穌同你同在。耶穌說我應承你，耶穌應承說我與你同在，事就必成就得了，咁就翻翻轉頭，你信定唔信啫嘛？咁我信心好少喎，跟住嚇逐步嚟啦，唔需要一步登天嘅，門徒都得，耶穌門徒咁都得。我相信進主博道會比呢度好少少啊，好好多都啦，係咪啊？點會唔得啊？耶穌交託使命俾我哋各人去做，一定得，因為耶穌得。
嗰日揸車仲喺香港嘅時候，應該大概喺九龍醫院，或者大家唔熟唔緊要，大概就係四條線，左右四條線。咁啊，右嗰兩條線咧塞車，跟住嘅動作係咩咧？隔離嗰兩條線唔塞車啊嘛，咁攞出一條線就去啦。弊記錯咗，原來好少嘅嗰個地方嘅右邊嗰兩條線都係轉右嘅。放工時候塞車塞住兩條線，攞咗出一出就知道兩條轉右，跟住點攞翻翻嚟咧？就到跟住紅綠燈位啦，唔攞就逼住要轉啦。隔離嗰個仲係嗰架十六座位嘅小巴，你都知道幾惡噶啦。點叫佢讓咧？唔緊要，隔離有個社安排地下社會秩序嘅人，同地下社會嘅人喺我隔離望一望個司機，係兄弟嚟嘅原來，成乜嘢喺度拉？在这样的放工塞车时间赶命去赚钱，然后他好有想法，你先行吧，事就这样成就了，因为有那个人坐在我的车那里。承担上帝的使命几艰巨，一路建造上帝的国度教会，做普世的宣教，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极其难，好在难啫。如果不难，你谂都可以做嗰啲嘢，一定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你都谂得通的话，上帝嗰啲嘢细过你脑袋啦，你的脑袋大极都是咁细啫嘛，系嘛？谂到啲嘢，如果真是上帝要交托俾我哋要做的，一定是大過，一定是超越過我們的能力，一定是我們資源缺乏能夠做得到，然後憑信心同心一起去做，得定不得啊？耶穌說得，你說得不得呢？我就多謝主，我跟隨一起學習。這個就是上帝的使命，使萬民歸入他這個新的團體，而我們有份去參與，一起去祈禱。天父上帝，多謝你的指引，你幫助我們在這個這麼繁忙、這麼多人生多姿多彩、有很多活動、很繁忙、很繁囂的時候，你讓我們能夠安靜想想，上帝你今天從我心中再講一次，明白上帝的對人的使命是萬民作你的門徒，呼喚我們更加對焦你的使命，鼓勵我們奉耶穌的名祈禱，阿門。